走。出来了啊！现在我俩去坐地铁去啊，不打车了，咱们坐地铁吧。等，正好出来这边就是地铁。对，正好下飞机对过就是地铁站。走，走。哪一块？一会儿就到了。附近待的四多少停吧？啊。热，丢进房屋。哈哈，都是热。嗯。走。为确保安全，请不要携带气球进入车站或是车厢。啊，身份证准备好。哦，进站哪里啊？对，进站。二十分钟都到，估计了。有乘坐到1964列车的旅客，请到在站票上排队候上车。旅客们，你们好，现在待会儿等会儿吧。没有座位，先站会儿吧，先放着站会儿吧，一会儿就在这儿等会儿吧。一会儿等了，这么多人哈。在这还这么热，小心。等会儿吧。给你检票嘞。这。浙江诸暨了，走了下午几点的？3点吧。嗯，从凌晨4点出发，然后到杭州，然后辗转到诸暨。对，坐地铁飞下了飞机坐地铁，然后再坐高铁，然后到诸暨了。刚才呢跟我姑视了个频，到这儿第一时间是先视频问问豪豪。那个在家听没听话？没想到航航跟我姑在家特别听话，然后我姑那心也比较细吧，看孩子我也放心，再一个就是航航听着我说话声音了，看到我就有点想哭，找妈妈妈妈，所以我就赶紧挂了，怎么说呢？刚出来一天，就心里边就特别想念两个孩子。以后只能等航航和西西睡了，偷偷的给他们视频。西西吧还好点，西西刚才视频的时候还没放学呢，晚上的话偷偷的给西西再视个频。现在把视频剪辑一下。对，然后休息休息。啊。然后从四点，咱们是3点半起床。对，到现在。嗯。头疼。真头疼。对。然后把视频剪剪，晚上早点休息。嗯。